今天我们将参观西弗吉尼亚州的小镇 Logan。Logan 是位于 Logan 县的一个小镇，人口接近2000人。这座小镇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非常繁荣，当时大约有5000人居住在这里。在街上你可以看到许多老的建筑，这些建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。Logan 见证了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件，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在1921年，它处于美炭战争的中心，就在这里发射了100多万子弹，最终军队介入结束了这个冲突。现在让我们在这家叫 Hot Cup 的咖啡馆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这个隐藏神秘的咖啡馆里面布满了各种电影纪念品，让你在喝你最喜欢的咖啡饮料时有一种温馨的氛围。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这个小镇当年的辉煌时刻，但是周围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店面。在镇中心漫步，你会发现这座小镇仍然充满生命力。现在我们开车出城去 Chief Logan 州立公园，距离小镇大概4英里左右。这座州立公园为任何想要寻找美丽风景的朋友提供了很多便利。我们发现了这个宁静的鱼塘，即使你对捕鱼不感兴趣，这也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思考生活的好地方。别忘了喂一下河里的小鸭子。公园里还有一个很棒的游客中心，让我们一起开车过去看看。在外面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包括这台 Chesapeake Ohio 铁路的旧火车引擎。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多年来死于事故的煤矿工人，愿他们安息。还有一个旧钟曾经挂在该地区的一个旧法院里。当然还有印第安人 Logan 区长的雕像，这个公园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这就是 Chief Logan 的雕像。现在让我们进去看看博物馆和礼品店。如果你想买一些西弗吉尼亚州的纪念品，这个礼品店不仅有该公园特有的一些礼品，还有很多该州的特色产品。现在让我们看看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。在前面你会看到展示的是纪念所有军队服役过的西弗吉尼亚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玻璃制品。这里展示的是一家老商店，陈列了很多早期的商品。展出的还有一些当地的艺术品，这个让我想起了一只猫头鹰。
曾经火车在西弗吉尼亚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即使是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如此。这是我们看到停在外面的火车模型，还有一些印第安人的文物。看着这辆篷车，我试着想象着当时的很多美国人横穿西部的情景。这里还陈列着一些旧的农业设备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博物馆，可以免费参观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城里，看看 Logan 这些年来的一些变化。不幸的是，人口的不断下降让这里的经济状况变得艰难，许多居民都在苦苦挣扎。人口下降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被遗弃的房子，由于没有居民的照料，许多房屋已经严重失修，还有一些被烧毁和坍塌的房屋。尽管困难重重，这个小镇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经过 Logan， 一定要停下来看看，这个城市的居民会很高兴你选择来这里参观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击 like 按钮和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的视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